麻辣鲜香，经典川菜麻婆豆腐。在中国的川菜领域里，有一道兼具麻辣与鲜香的经典美食，它独特的风味迅速走红全球，那就是麻婆豆腐。这道菜色香味俱佳，以其独特的调味和满满的川味特点，征服了无数人的味蕾。川味经典，传承百年，麻婆豆腐的历史源远流长，起源于中国四川。数百年来，这道菜一直被视为川菜的代表之一，是川菜文化的瑰宝之一。从川菜的传统秘制调味料到独特的豆腥香，每一份麻婆豆腐都是一份经典的传承。麻辣豆腥，丰富层次，麻婆豆腐以其独特的麻辣风味而闻名。调味酱汁融合了花椒的麻辣和豆瓣酱的鲜香，营造出独特的风味。豆腥香与辣味交织在一起，带给人层次丰富的口感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豆腥香与麻辣相得益彰，形成了独特的川味魅力，色香味俱佳。感受川菜精髓，麻婆豆腐不仅在口味上独具特色，在视觉上也别有风味。红油的色彩与豆腥香的香气交相辉映，令人垂涎欲滴。饭店中热气腾腾的一盘麻婆豆腐，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川菜文化的精髓，将人们带入了浓厚的川味风情之中。川味独具，值得品尝。无论你是川菜爱好者还是第一次尝试，麻婆豆腐都值得一尝。其独特的调味、多样的口感，以及背后承载的川菜文化内涵，都将让你体验到一场味觉和文化的碰撞。不妨走进一家正宗的川菜馆，品味这道充满川味风情的美味佳肴，感受那份麻辣的独特魅力。